你以为老娘没有你的喜欢就没人要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娘看上您那是你的福气，喜欢老娘的人一卡车一卡车的，不对，是一火车一火车的。你以为你谁呀？谁抢我手机？你谁呀？ 你骂了半个小时了，我电话都挂了半个小时了，你不累吗？走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为什么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呢？ 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吗？你就当自己踩到屎了，睡一觉，把我忘了吧。我不把你忘了。你为什么就跟现实中一样坏呢？你就不能骗一骗我，哄一哄我吗？你就不能跟我说点好听的吗？ 没什么，走吧，没有。哎，慢点，英素姐。 不用了，这儿有我们俩就够了。你赶快跟男朋友看电影去吧。那要是博儿姐问起来，她刚打电话了，说在朋友家，快去吧。江太太真是好人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拜，再见，再见。我还要喝，再给我来。 一扎啤酒，陈林生，你的坏蛋，江博，江博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 怎么了？这么不小心？没事，就是手滑了一下。没事吧？没事了。 东西我来刷。你哪会啊？你怎么会这些家务活？我在英国勤工俭学的时候，专门在酒吧里面刷过盘子。我不是吹牛啊，当时人称刷盘小能手，你信吗？你什么条件？你还会勤工俭学吗？我才不信。谁都有落难的时候嘛。当时跟爸闹矛盾，他把我的信用卡给冻结了，所以这都是被逼的。没想到你还会有这样的经历啊！ 行了，放那儿吧，我来刷。不用了，我来吧。来，扶我下来。老老实实坐在这儿，东西我来洗。
以前我知道这些事儿吗？ 以前你没问过，我也没说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们俩确实缺乏了解。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，你都告诉我吧。行啊，以后但凡你想了解我了，我都知无不言。我觉得我对你了解有点少。哎，你看你还说会干家务活呢，衣服都弄湿了。 来，把这个戴上。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去收拾别的衣服。 姐，这好好的手机你怎么扔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买了点东西来看看你。这以前都是我照顾你，现在反而成你来看我了。姐，你看你也出月子了，该运动一下了，都有小肚子了。你说的是，我是该运动运动了。 下一季的广告还没拍呢，不然这样的话怎么见人呢？那咱们明天去体育馆运动一下怎么样？那儿不像健身房，熟人多，而且环境也要好一些。也好啊，那就明天去运动运动。